Nice wave, man. Where are you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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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刚刚在飞高一点就可以来一个翻身了。你想不想学飞飞机啊？刚刚差点也没翻身。啊？你想想不想学飞飞机？想玩游戏。那小孩子，游戏的吸引力比这个大。你要别玩，想玩学飞飞机。我不懂。不懂学吗？游戏当初你也不懂啊。就是啊。太远。没电了。 动力没问题，15克的，对，壳也没问题。战斗机。机翼强度有点放大的时候变形，现在这个手板的。手板强度低啊。这是逆风飞行。我这个开机是已经飞了3分20秒，16、20、17、20、18、20、19、30、21、22、23。说一下滑翔能力怎样？ 首回比赛是第一次飞的话，就必须是炸机。新手加新飞机。你这滑翔啊，你这滑翔状态爽。嗯。其实我觉得还好玩，有那个没有电少的话，可以让它滑一滑。你看这个小翼展呐，这个风一有乱流，你看它来回摆。 这种小翁加陀螺其实效果相当好。啊，对，加上陀螺就行。陀螺它就是会干扰这个，它就是它自己修正，它自己修正。对。就你像这种突然间的这个摆动，手是反应不过来的，陀螺仪反应快啊。这个老司机才掌握得了，你那个新手的，可能马上就掉下来了。 15分钟，15分钟啊！啊，这个比那个好拍机好。高处吧，气流反倒没有那么乱，越低的它有这个楼宇挡着。有时候那个就比较乱。嗯，其实它有风是没关系，就怕它风不那个不均匀。对对对，是吧？太混乱。